妈呀，我亲爱的，真好吃啊！什么意思？好吃啊，你快来看。什么好吃的？是你的同学给你邮那个吗？是。太棒了吧！来，不是这是几块啊？我不知道，是满满的一箱爱。哇！自己亲手做的。自己亲手做的，我就问你牛不牛？哎，就问你有没有食欲？哎。就是他自己用烤箱自己烤的，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啊，自己和面。看，这是亲手做的糖，什么东西啊？各种口味的，就是坚果糖。看，太神了吧！然后什么？不是，这不就是蛋糕房做的吗？各种口味的，看。妈呀！漂不漂亮？麻烦，真的可以、啊。我的天哪，真的，我就觉得我就简直了，你都甭提我多兴奋。不是，他手艺怎么那么厉害啊？厉害吧？主要我想吃，开箱一下啊！哇塞，洗完手了，洗完手了。要是平常我吃东西从来不洗手啊，对它充满了敬畏啊。我跟你说，这也是我最想吃，就这个。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吃芋泥的？我看就是他曾经在朋友圈发过做这个，我感觉可想吃这个。哎呦，没有，都不会，哎，都有点颤抖了。太实在了，都有点颤抖了啊！吃了同学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哎呦天哪！而且就是我们好多年好多年都同城快递是吗？我们也有快30年都没见过面了。哦，小学同学还是初中同学？初中，都20。初中同学，出卖了我的年龄。看看，先尝尝，哎，这家伙。手艺够厉害的呀！您相信这是自己亲手做的吗？美食，哇塞，全是蛋糕，这是什么？外边是那种蛋糕，然后配着芋泥，配着椰奶冻，就所有东西里边东西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你知道吗？自己做的那种感觉，不甜，就简直了。嗯、这什么味儿？太香甜了。你说一个一个的，这里面应该是，你想尝吗？就尝一口。行，这是我同学给我的，也不是给你的。你不是说那个昨天开始减肥的吗？昨天开始晚上我没吃饭呢，今天晚上就破戒了。我同学做的都是，你尝尝，给你做的是爱是吗？不是蛋糕，配点这冻啊。我就问你好不好吃，绝不绝？好吃。这里边什么东西啊？芋泥。芋泥。那个自己做的那个椰奶的冻，然后蛋卷，哇塞，外边是蛋糕，就跟那个比买的蛋糕好吃多了，我觉得。哈哈哈哈，我吃着都起鸡皮疙瘩，知道吗？太好吃了，关键它不是专业的，对，它不是专业行业。嗯，不错，最后一口好吃，还不甜，嗯，挺好吃的。这些东西给我做了一天，我特别感动。太厉害了吧，太神了吧。你们有会做这种糕点的吗？再给你吃一口，我觉得真的是。我还想吃这个。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他就是他自己就是做，然后他在朋友圈都是朋友之间。哎，也分享，哎，也卖一点，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我其实我一直想吃来的。然后我去延吉的时候，在高铁上我还给他发呢，他说这种到冬天的时候最好，那边热呀。同城发快递，咱们看看什么馅儿。然后后来，哇塞！哎，你们喜不喜欢就这种？同学感情真是。你们有那个这么好的同学吗？我反正没有，没人给我做。因为我生病了，非得说啊，什么东西也比不了，就是我亲手做的好吃的，给你暖暖疼。真够意思。跟我说好几次，第一次跟我说，然后这里边应该是豆馅儿，不是啊，雪糯米。哦，糯米。然后问我想吃什么？嗯。我不好意思的呀，因为多少年都没见过面，然后后来第二次又问我你想吃什么，你不好意思说好了告诉我，做的不错。然后呢，我还是没好意思，我们同学还告诉我你别那什么啊，
回头到时候就没有音信了，你就不理我这事儿了。后来其实我特别想医药，但是我真的不好意思。然后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呢，好几十年都不联系了。对，你说我要说我要说你可以给他邮寄点大米啊，他不要猕猴桃啊，他啥也不要，他说我家都有呢，你别给我闹这事儿啊，什么各种肉啊，哎呀雪糯米，哎呦，配着那个这里边，因为我说我爱吃这个芋泥，你放了芋泥和这是什么呀，有的人说同学情战友情是吧，兄弟情啊、嗯、我觉得这同学情说你要处得好，那个比那亲戚还亲呢，我觉得是真是，而且你们觉着吗，而且这个东西都不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对对对，你有多少钱不伺候你不给你吃是不是，我就想给你做，我就想让你吃，真的，我特别这回我特别深受感动，真的太好了，真好。你们身边有这种同学吗，给你们做好吃的，就是关键就是多少年 就是想着你的二十多年，就是等于从初中毕业基本上就叫没见过，嗯，好吃到想哭你这是感动的，你做的好不好吃呢，我跟你说比蛋糕房那个关键无添加好吃，今天晚上不减肥吃吧真好吃感动了是吗，不是，是真好吃好吃，我多么希望你也会做，你跟人学学，你已经好了，学学，我饶过你，谁叫你有这么好的同学，你也得学人家会做呀，这是有天分的，你知道吗，真的做这也是天分，学懂什么叫学吗，你给我做成屎一样我也吃好吗，那我先给你现在算制造也制造不出来呀，等我吃点，给你同学好好学，你太厉害，我们同学，我们同学是属于女侠型，什么都会，真的非常好花生酥，而且是咖啡味的，都是亲手自己一点熬，自己蒸，自己烘烤什么的，自己做出来的，神奇不神奇，反正我觉得很神奇，反正我是不会，就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就这个，我傻媳妇也不会，就这个东西，就这一口这个，馋不馋我就问你们，现在这瑞士卷这个事儿行不行，这张瑞士卷你赶紧给我给人回馈点好东西啊，我安排安排，自己精心琢磨琢磨，我啊他啥都不要没事，他就是爱我、啊、你行太好了，我天哪，这份感情真是特别感动啊，所有的都试试啊，刚那个糖咖啡味儿，那糖也老好吃，但说实话我不能吃太多糖，太能吃了吧，那是满满的果仁，真的，我觉得你给我烙个馅饼包个饺子，最牛的时候在那个疫情期间给我那个蒸个凉皮，我就觉得我就升华了，太高兴太兴奋了，别回来给我送点糕点导致离婚事件啊，突然不会突然发现我如此的不优秀看人家做这个，嗯，我们同学叫优秀女士专业蛋糕太厉害了，感谢啊，感谢姐妹啊，非常感谢，抱团了非常感谢，那太好吃了啊，你们说就像这么好的同学，这么好的情谊，这是感情。我说要给他留点好吃的，应该的。做包票，至今不告诉我地址，他邮寄上写着呢，隐藏着呢。啊？都隐藏着，我刚找来的，我再有的是机会，有的是机会，我再去找找去啊。有的是机会是吧？你们身边是否有这样的同学？给你们一些帮助啊。甭管说做好吃的是吧，就是一些细小的细微的是吧，就成了这个，真是我觉得特别感动，那种同学的情谊是吧，
能回忆起来上学的时候那种感情，就是尤其是就是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对，而且没有任何的就那种就是比如说我没说我们都二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你想想吧，真的是就是此次这件事情把我感动的都不行了，犀利了吧。其实我给你们发这视频不是为了别的，真是纯属嘚瑟显摆，纯属显摆，牛不牛？你说这东西不是，你是纯粹是分享一下这种同学之间的友情，高兴是吧？愉快是吧？这种兴奋。我这是同学情，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们感动的？同学情，就那种就是同学情、战友情或者同事、朋友。对，多少年不联系，让你特别突然给你一个惊喜是吧？嗯，欢迎分享你们的故事啊。厉害去了，嗯，我怕你吃了他的东西，突然发现我这么不优秀。你也很优秀啊，很优秀啊。拜拜，欢迎分享啊，感谢了啊。